大道不是像交流道。我下去啦，这次交流道下来啦，是的，哎呀，呜，哎，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啊，怎么爆嘎了？你直接压烂车嘞！冷烟。走喽！你怎么换一台车了？因哎为，呦！哎呦，要求我这台车怎么可以直接骑到别人车上啊？然后就是它就爆了。啊，这台车我要上山喽！他要我上山。上。为什么要让我开这么难开的路？帮你清掉路障。我决定我要开海岸线，我要去开海岸线，虽然会稍微远一点，但是不用爬山。好，看一下我这样走单线会不会比较快？不能比啊，我上山很慢啊。我这台车上山，刚才超速度超慢。这样看，我们在中间会差多久？这一条路吗？安安，走错路了，抱歉。啊，这边是日式大楼了。我走错路了，应该要走大马路的。嘿，我在干嘛？等他们来啊！我负责接任务而已啊，不然那边太远了。我过去又回来，走走走走。这条路吗？这条路不是也上上山吗？哎呦，哎呦！这台车也太轻巧了吧！不那我说它轻巧，然后不能爬山。就它爬山的时候动力很弱，哎呦！你就直接把别人压烂了。啊，这里就比较平缓了。呼呼呼呼！借我过。不借过就压烂，对。怎么了？我看到一台爱车正在啃食它的主人。爱车的啃什么意思？我看到这个车的车，哎、欸，这台车正在吃它的主人，吃得很开心。到了哪里？这里呀、啊。哎、欸，哎、欸，好、哦。没有，他刚刚车在动，在摇，在动，在摇。哦、啊！哇！差点，没事。前面的车开太慢了啦！哇！差点冲下水。好，没事，我回来了，拉回来了。这些小车开这么慢，然后一直被我压烂。不要开这么慢！哎呦，哎呦，真是不要开这么慢哦！来了，来了，来了，我来了！路上一直有开很慢的车啊，我很受不了啊！
把他们压爆、啊。我们是说我们的玩具来了。我也来了，现在可以，现在可以。我也来了。干嘛？干嘛？这台车干嘛啦？哦，冲上山！哦，这怎么又台车来了？哦哦哦哦，小。叫你动了、啊，这里怎么有个？叫你动了，哎呦，好，嗯，接任务，接任务，动，啊，这是上回，啊，我怎么只是上个车我就往下滑了？哎呀，暴君。你可以骑我的阿德玛的旁边，不要，我要骑我的。特爱暴君一，都买了，除非他能退货，然后就买暴君二。我有两个都买啊，就没有钱。你现在买得起吧？买不起吗？买得起，300万哎、欸。哎、欸、外挂踢一下吧，等人再踢哦。哇，这个等级。改出来的吧？哇，七九九是改出来的啊！好屌哦！滥用游戏漏洞，检举，然后提出玩家，啊，玩家，你成功检举，行为不当，然后剔除。赞赏他踢，外挂来说，我防踢哦，防踢外挂，防踢外挂，但是你没有防检举啊，嗯，好，下一个，歼灭一名军火商人。走，是军火生活。Head over to that location. There's an arms dealer there we need you to find. We're trying to stop Avon or Clifford or whoever's calling the shots over there from arming themselves. They put an order in for a barrage, a heavily weaponized ATV. 他有几个前置啊？还有两个，一个还两个吗？OK， 嗯，那抢一抢差不多。嗯，啊，有点失忆了，就跑一跑这样就好了。下一次再跑他的那个，嗯，也差不多了，我也累了。到小道这里吗？啊，好像是要是不是要看他跟踪他、啊？啊！我跟踪他，等待目标离开死区域。收起你的武器，避免惊吓到。好、哦。我们车子算武器吗？我刚刚本来想要拿枪的，结果他们马上跟我说收起你的武器。有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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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翻过来了。我看他还没移动啊，他移动了吗？他移动了、啊。我看他已经移动了。OK。跟在他屁股后面。哎、欸，哪有车突然不见的？我辛苦那么久。哦，豆白，喂，哦，豆白。那是大家都有心吗？还是我玩过头了？大家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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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抢了他的东西。好。呜，走喽。抓住人了，拍谁？哎、欸，你不要抓到我，可怕。抓了，抓了，抓。哎、欸，我没拿。没拿到手提箱啊！我刚刚拿到了。我想说，我刚刚你刚没拿到，我刚刚没走到拿到它。哦、oh. ，
哎呦！哎呦！路人，两个、三个路人，怎么路人吞变多了？等级低还好啊。嗯。我等下路人说：“请问警车这次怎么这么多？”我这不，高速公路警车好多啊。那平常玩的时候都没有警车，为什么突然变这么多警？对啊。啊，你们为什么都不等红绿灯？你还叫技工来啊？哎呦！跟在哈基的屁股后面。你为什么要跟在我屁股后面？因为想跟在你的屁股后面。还有个想法，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伟大的想法。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把这个人打下去会怎么样？薪水越来越高了，13000了。对啊，嗯，因为老大没有死掉啊。嗯，我躲得很好啊。嗯。我在做特技吗？谁？我吗？他你在做特技吗？ 我在刹车啊。哦，我刚刚看你在空中大概往前翻了，还是往后翻了？就是、往上扬，扬到最后会失速，还是往下掉？那时候就下降了、哦。哇，这么高超技巧，是需要这样玩的、啊。骑暴君一骑到出神入化了，现在都不会被电线杆打到了。他刚讲完，刚讲完，下次起飞都被打到。还有吗？还有前置吗？有。唐姆。安安，我想说怎么我看到策划室一直有人在闪，怎么了？阿基啊，我是从他策划室走出来啊。哦哦，还有两个，还有两个，来夺取短剑。短剑是不是在沙漠那边啊？这剑也太可爱了吧！想吃个爱心哦。没有，就是那个准星是用画的，准星是用画的，什么准星？就是那个烟火瞄准器，啊、哦，然后用第一人称看，那个准星是用，啊、就是，是用一个亚克力，然后在上面画几个圆圈圈这样，哦，然后当做一个准星。看起来很适合你。怎么警察在这里？还有不能玩枪了？杨先生你好。哪里呀、啊？哦，虚空空。除掉守卫。怎么那么快就有心了啦？警察就在我旁边啊！等一下。除掉守卫。另外一个守卫呢？另外一个守卫呢？哦，在这儿。你怎么躲在这啊？进入屋内。这里，砰！我撞进去了。
CEO 有调涨吗？我不知道哎、欸，这次活动不是 CEO 双倍，这次是 CEO 薪水双倍，啊，哦，钱也钱制啊，有钱拿、啊，嗯，威灵鸡。他躲在厕所吗？取回电脑。哦，我是我飞弹没了、哦。想说我想说一直不能瞄准。嗯哼。什么东西认真回干话？什么东西？没有。我聊天室有人在讲干话，然后有人认真的回。哦。我以为是认真，我以为是认真的讲干话。认真讲干话不是常有的事吗？是。我换人了，刚不是男的站这边吗？噔噔噔！有了有了，甩掉警察不简单，飞高高就好了。噔噔噔噔，还有吗？还要接下一个任务吗？还剩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嗯，那我接完差不多。好，我回去外面等好了。嗯。接完就差不多结束今天。嗯。哇！嗯，好啊。滴滴滴滴滴滴。噗噗噗噗噗，偷射。嗯、来了，感谢追随。啊啊啊！喵喵喵！喵喵喵！最后一个，喵喵喵！嗯。哎，哈基没断。啊，没开始断了、欸，开始稳了，嗯，然后稳字一出，马上就断了，稳字一出，马上就断。天上有个大叉叉。大叉叉，战斗机飞过的那个痕迹、哦，然后刚好形成一个交叉。常常这样不是吗？大叉叉，我蛮常看到不等于的图案啊。嗯，就是没有看过井字。FIB，FBI， 哦对，有看到一栋屋子上面写 FIB。嗯。下次两个小时搞定吧，不知道哎、欸，不知道能不能两个小时搞定，但打得顺不顺哦、喔嗯，这都很难说。或连线品质啊，我就说您必须完成所有先前自由模式啊，哦，所以这个是最后才能解的哦、喔，应该是就是猜是前四个打完，然后再自由再偷一个东西，再继续。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吧，完成所有可用前置任务、准备任务、解锁前置吧，那就是下次吧，那就下次啦。因为他说准备跟前置啊，那、嗯、我们准备是下次才要打的、啊。嗯，哦，好，好啊，好啦，差不多啦，对吧、啊？嗯，好，这样。
就洗啦，就洗啦。我11:53再开个，再开一下十分钟。你想把它开到，那就送个货。我那个夜总会有货。哦，我要，那我要送，同时送。各开各的吧。嗯，可，反正也那个钱还好哎。哦，我没有挂哎，最近没有挂，不知道怎么。我的应该有，之前有挂一下。那我就离开，离开，然后成为 CEO。然后成为 CEO 的时候就扣一堆钱，哦，很正常，因为我们刚才在这占据一段时间了。啊，还钱啊！你总是这么多帮啊，用 CEO 才对吧？有差吗？没差，这我不是副手，也不是成员啊，所以没差。对对对，感谢小俊的礼物，感谢感谢，来报仇。嗯、走走走走，送货喽！真的是直播吗？哦，这是记录档。对。这都是提早录好的。26万。26万，才26万，不送了，送一下了，送了呢。26万比刚刚最后的那个17万还多了10万，还多哎、欸，送了啦。喂呀、啊，哎呦，送货喽，汇合点，又是锥子，没有锥子升级的、哦，不是假的、啊，嗯。哎呀，这里一个点，这里一个点，哦，三个点这么远啊！我这个14万呢、欸，这个还是可以送一下、啊。嗯，叮，你们看到了，刚刚的抢劫差一点点而已啦，还是赚啊，对不对？对啊，送一下嘛。要多少？小车。嗯，才72万哎、欸，送了，不要，好懒得送哦，送一下嘛，就一天送一次嘛，大车啊，那你就看有没有小小任务可以先卸掉一些货啊，按下去，哇，那就没办法啦，然后大车再给你一个，他要求你免。哦，还行还行，这个是找买家而已，这个我喜欢。大圈圈里面找买家。嗯，在哪里？哦，这里呀、啊。啊，走喽，下一个货。看一下啊、哦。啊。下一点在这里。OK。不要撞到我哦！我有免伤奖励哦！不要撞我！撞他！大炮车！不要撞我！撞的人有没有什么钱啊？没有，免伤奖励太累了啦，不用解那个，才10000块而已。10000块也是钱啊！没有，你10000块也买不到防弹衣啊！10000块可以啦，可以买20件。买不到啦！你跟我玩的时候买不到啊！哦，现在门才开，走开啦！你这个，哎呦！我在路上放一堆你那个感应之地嘞。哎、欸，这台车怎样？突然加速，然后等下就砰！小心那个闪亮亮哦，好可怕哦！哇，没感觉啊！哦哦、有了，有听到嘣嘎声了吗？有了有了。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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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我的500块喷了。
才500块，才一件而已，一件而已，可以啦。我的500块，哎呀，你们又开这么慢哦。路上的车怎么都开这么慢啊？你可以问他们啦、啊。快点，快点，超车！直升机你是要去倒的？对啊，到了，好快哦！繁星灯，我还有一个点，我还在跟直升机，我要找啊！这么远，我说直升机是不是在玩我啊？他有时候会飞得很奇怪，明明不用切东西、切水果的，硬要切，还是回到原来的路上。小五的时候因为肾。住院，哇！住院，哦，住院，啊、住院，没事没事，我在跟观众给黑。哦，嗯、观众黑，观众黑，嘿，观众 B，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嗯嗯，上次一下就找到了耶，怎么就找？是这台，是这台，是这台，这台。是欸，哦，啊，转弯，啊，乖，好了，不要了，凶巴巴，直升机到了没有？哦，我离太远，他还不会开哦。对，嗨，炸你了！炸啥？什么时候想你要炸我了？对，我可以来炸你了。我可以先放吗？哈？我等下飞耶、啊，你要放什么？哎呦，你送完了、哦？我送完了，就哎呦，找那个橘色的车而已啊。哎呦，要修哦！不要啦，不会啦，一下而已，一下就掉钱了啦，一下。我快送到了啦，不要找我啦！把前面的人炸光光。哦，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隐约的路，要扣水电费。不用了，不用找我啦，你可以去找其他人，我快送。真的啦，我快送完了啦，真的啦，真的啦，不要找我啦，我快送到了啦，真的啦。这台啊，真的啦，我送完了啦，我送完了，真的啦。哎，繁星，那可以玩了。哎、欸，不是你哦、喔，可恶，你应该没有奖励吧？那我要来玩了哦、喔。这台六十几万啊？才六十几万哦、喔，六十几万很多了。那这一台可这台可以炸吗？那个车，我在跟着直升机啊，对吧、啊？我可以炸他吗 ？Hello， 不知道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哎、欸，啊？他无敌吗？炸不爆哎、欸，可是他冒烟哎、欸，可能比较耐打吧，比较耐打，比较耐打，比较耐打是什么啦？可能比较耐打，哎呦，那绞死了。什么啊？游泳池？游泳池吗？炸了！哎呀，你可以炸炸看了。不要，我刚炸上去，它的引擎全部是火了，我很担心它真的冒烟。是啊。嗯，他进来再送吗？没了，送完了。耶！换台了，换台了，休息啦。休息休息，啊，休息啦！有个黄色那个是商业大战吗？商业大战啦、啊，对。
哦，就抢货的，然后送回去自己的业主。好啦，感谢今天陪到这么晚啦，我应该等一下都直接躺了吧，好累哦。好，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拜拜，把你们带去老天那边。